家好，我是小猴子杨子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说一下最近在干什么呢？我最近一直在复工的状态，就是每天在拍戏。最近有没有比较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呢？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，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来。宅家的时候有追剧看综艺吗？剧组停工前一个月是从早看到晚，纪录片啊、电影啊，当时都有在看，但是当时电视剧就没有。那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当时在疫情期间一直在看二战的一些纪录片，然后我觉得也蛮能学习历史，然后也自己还蛮有兴趣的，把奥斯卡今年的所有提名的电影全都看了一遍，其实也是想看一看、学习一下。对，如果再让你一个月宅家不出门，并且只能留三样东西，你会选择哪三样？手机、投影仪，对，把这个留下吧，陪我能玩。最近有关注你的星座运势吗？星座运势我没有关注哎。听说本周会有食神运。食神运不是让你食欲更强烈吃东西吗？是不是这意思？最好还是不要有吧。那你觉得天蝎座有哪些特点比较符合你？天蝎座不太像天蝎座，但也像吧，比如说他们比较大气啊、善良啊，然后比较人好啊、聪明啊、智慧啊，然后还有才华啊，然后性格也很好啊。就是天蝎座我觉得比较的那个第六感很准，然后很敏感，就是比较的怎么说，就是让人琢磨不透，我自己有时候都摸不清我自己。那你觉得你不像天蝎座，你更像哪个星座呢？我都不太了解星座，我也不，天蝎座腹黑嘛，可能我有一点腹黑，记仇，我分事情，可能比较像天蝎座一点就是，就比较是没有灰色地带，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对，它就是对的，这件事情错就是错，这个可能比较像天蝎座。还有就是，对待自己那个喜欢的事情，然后工作方面就追求，我觉得还蛮上进的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天蝎座的冷知识吗？天蝎座就比如说在第一次见到陌生人或很多人的时候是不说话的，我就是这样的，然后不说话，但是我会观察每一个人，其实我都有在观察到。如果是天蝎座被朋友背叛，会被原谅吗？不会原谅他。都说天蝎座不好惹，替天蝎座说一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我自己还蛮好惹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四个老虎，虎头虎脑。雨过天晴。余音绕梁。是不是有点这意思？吹拉弹唱。我太聪明了，天啊！心亮，脚丫，星光，星光璀璨，心照不宣。门人，门俩，门拉手，书香门第。那怎么会是第一呢？两个男孩呀，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哥哥呢？耳目一新，这是个词。耳目一新呐，这么简单我都没有猜对，我自己给绕了，要谐音去了。守株待兔，猴年马月，他们好聪明。车前马龙，全心全意，我太聪明了。鞋套零剪，哈，这什么？拍。拍，斜拍，并肩对了吗？对。